喺风和日丽嘅呢日，张继聪、胡乐贤、朱海婷同埋唐玲带埋佢哋嘅小朋友，着住运动装出席儿童马拉松活动，真系活力十足啊！正所谓有其父就必有其子，练得一身好 body 嘅阿聪出名中意做运动。虽然佢呢日冇带仔仔嚟跑马拉松，但其实佢早几日先带完张尖去踩单车，唔通佢打算训练仔仔做运动健将？咁其实之前见到你咧都有 po 相啦，同仔仔一齐咪踩单车啊？系啊系啊，嗰日因为。聖誕比較忙啲，咁佢就最後一日假期，咁難得我又放假，咁就同佢踩單車咁咯，咁都幾開心㗎，即係啲男人嘅浪漫咯，兩個踩好遠、踩好耐單車，咁又傾下偈啊咁咯。見阿聰咁24孝老豆陪仔仔，咁唔知佢又有冇抽時間陪下陀緊 B 嘅老婆謝安琪呢？咁阿 K 而家情況點樣？有 B B， 即係佢都開心嘅，有冇情緒？有冇點樣啊？冇問題。有冇大肚婆特別情緒容易有起伏咁樣呢？咁又冇喎，同埋而家都好舒服啦，即係因為都係去到大直路嘅階段啦，咁所以都好輕鬆咯，保持輕鬆，但係有期待嘅心情咯。即係同埋之前都有翻啲生 B B 經驗啦，咁會唔會都幫到今次啊？哦，咁計會啦，係啊，即係都會輕鬆咗㗎，各方面都。冇錯。生仔难，其实凑仔仲难啊！唐玲就话，自从生咗小朋友之后，佢嘅运动量都有增无减啊！其实小朋友嘅精力真系无限嘅，咁所以一定要系要散够电咧，佢哋先至舒服咁，所以都好，有时逼到我哋即系大人都要做埋一份咯，系啊！咁反而做得最多系咩运动咧？一齐冇噶，都系周围走啊，玩下水啊咁样咯，系啊，系啊。咁睇嚟为人父母真係唔容易啊，小朋友多数都坐唔定，虎仔同 Heidi 就建议父母多啲带子女去做运动，话可以培养小朋友嘅自律性、啊。其实平时呢每一日有人先同佢哋去任何地方要抱佢哋，我哋话我哋成日都做举重㗎。咁但我觉得都係由于小朋友真係令到成个人都有活力咗，咁女女就一早同佢讲今次会嚟马拉松呢，佢自己起身啦，又唔使嗌啦，佢哋都好有动力咯，自己系啊，系咪啊？系你咧，即系其实都会嘅，即系细路仔咧，不论系玩啊或者跑步咧，其实你同佢讲今日咧，我哋有一个早上嘅一个活动，咁佢即系可能好似 Heidi 话斋，好早起身咧，佢已经系搞掂晒梳洗，自己搞掂晒，系自己搞掂晒嘅。为咗拍剧啦，好多艺人嘅生活都会变得日夜颠倒噶，更加唔好话咧